来看艺文展览，中华馆历史馆即马登咧展出一张真特别的展览，这是由着中央军校毕业的校友来创作的作品，有书法、国画、油画等等。借着这个展览，要让大家知影，这读军校的学生文艺一面。这一笔一笔的书法字、油画、水彩画、国画，拢是由做代志一个口令、一个动作，死板板的军官手中所画出来的。不过详细加欣赏，这挂画作拢敢那有生命共款。那这个会呢，将来对社会上在艺术上的贡献交流啊，也可以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那这一次我们中央军校美术联谊会在2014年的这个展览呢？而且配合了哈当代名家，有20几位当代名家哈，包括李其茂、邓雪峰哈，还有这个李谷模哈、蔡友、这个王兰雄哈，这些大师们的，不管是书法艺术哈上面呢，我们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很高兴，尤其今年呢，彰化这个博爱狮子会联级会长哈，特别邀请我们。能够到这个彰化美术馆来，啊，在这个今年的美术节前夕开展，啊，希望我们对彰化的艺术界的朋友，啊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启发跟交流作用。我们国际狮子会300C3区第八专区博爱狮子会，为着要让狮友感受到艺文气息，特别邀请中央军校美术联谊会来到彰化举办美展。中央军校美术联谊会成立7年，除了定期举办联展、中华文化交流，也来策划这国防部建国百年艺术名家的联展。有关风景、油画、水墨画都有。那我们目的呢，就是让彰化县民啊都能够来这边参观，然后提升我们县民的素质，然后进而就能够将我们狮子会的这个博爱精神啊，然后奉献、无私奉献的精神能够传达出去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展出的最大的一个目的。透过这届展览，也让咱感受到这挂军官平常时唔那保卫国家，私底下的艺文气息嘛，这么深厚。高中华新闻林桂英，中华采访报道。